的是国男100公尺的决赛，代表大园国中在鲁国旗在港都杯获得了第8名，还有呢代表桃园国中出赛的洪志信港都杯以及青年杯拿下第2名，在准决赛时呢以10秒99目前占据第四。占据第三的是代表新北市光荣国中出赛汤奇莹，在新北市青年杯是拿下冠军，目前占据第3。那占据领先的有2位选手，是代表仁和国中的简玉成，以及彰化和美高中的李元志，以10秒93的成绩目前占据领先。选手倒次介绍，第一道屏东中正国中谢东成。第二道中市大业国中陈子龙，第三道桃市桃园国中彭志信，第四道桃市仁和国中简玉成，第五道彰化和美高中李元志，第六道新北市光荣国中汤奇颖，第七道南市金城国中罗子尧，第八道桃市大园国中鲁国旗。大会纪录是由南市新化国中魏浩伦所保持的10秒65。加油，国男100公尺决赛，加油加油！给终点摄影来判定最后的次哦，其实都是相当接近。来，恭喜在屏东的。加油，我们的100公尺决赛，加油加油！交给终点摄影来判定最后的次。